法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七案，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请继续宣读非营业部分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结果。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结果，蒋总统府主管一特别收入基金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以基金来源改例为40亿4482万6000元，二、基金用途改例为40亿4326万1000元，三、本期短处改例为9843万5000元，三、截缴公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事项。宣读完。请宣读甲。第一个什么？保留协商，请宣读乙。行政院主管。乙，行政院主管一特别收入基金，行政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一、基金来源改例为366亿6459万7000元；二、基金用途照列；三、本期短处改例为38亿5367万7000元；三、减缴公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13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丙，教育部主管。丙，教育部主管通过决议2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一、作业基金国立台湾大学项目基金。保留协商。一、作业基金国立台湾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截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19亿1768万6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7亿4912万50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八、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二。二、作业基金国立政治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截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5亿8679万7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亿7199万40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三、三、作业基金国立清华大学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截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3亿0795万80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四、四、作业基金国立中学中兴大学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截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例为1亿5804万20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五、五、作业基金国立成功大学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截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4亿1787万30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六、六、作业基金国立交通大学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截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5亿9624万6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3亿5394万4000元。宣读完毕。
保留协商七。七作业基金国立中央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绩效公布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880,002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八。八作业基金国立中山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绩效公布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7,977,8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九。九作业基金国立中正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绩效公布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9,231,600元。七补办预算固定资产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十。十作业基金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绩效公布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348,3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十一。十一作业基金国立阳明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绩效公布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9,948,2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十二。十二作业基金国立东华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绩效公布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9,952,5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十三。十三作业基金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绩效公布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7,632,4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4,688,2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十四。十四作业基金国立台北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绩效公布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7,651,8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十五。十五作业基金国立江一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绩效公布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7,696,600元。宣读完毕。
保留协商十六。十六作业基金国立高雄纳税项目基金依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规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最终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出均照列三结缴公户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2亿3140万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亿6151万80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十七。十七作业基金国立台东大学校务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最终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亿0225万10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十八。十八作业基金国立宜兰大学校务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最终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务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亿2230万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十九。十九作业基金国立联合大学项目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户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6099万80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二十。二十作业基金国立台南大学校务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户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9034万3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4094万50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二十一。二十一作业基金国立金门大学校务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户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七补办预算均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二十二。二十二作业基金国立屏东大学校务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最终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户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9226万30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二十三。二十三作业基金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务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户金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均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亿2534万5000元其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二十四。二十四作业基金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校务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最终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户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2亿7749万5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9210万4000元。宣读完毕。
保留协商二十五。二十五作业基金国立高雄师范大学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占有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1,545,47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5,356,9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二十六。二十六作业基金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4,282,4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二十七。二十七作业基金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占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5,114,3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4,283,6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二十八。二十八作业基金台北艺术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3,282,5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二十九。二十九作业基金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9,614,3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三十。三十作业基金国立台南艺术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778,2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三十一。三十一作业基金国立空中大学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687,5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三十二。三十二作业基金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3,04,389,0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三十三。三十三作业基金国立台北科技大学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8,012,119,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4,16,671,000元宣读完毕。
保留协商三十四。三十四，作业基金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现务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常列；三、结效关乎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2亿9,897万1,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2亿3,176万9,0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三十五。三十五，作业基金国立湖尾科技大学项目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效关乎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亿8,130万6,0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三十六。三十六，作业基金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项目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效关乎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亿0,498万8,000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三十七。三十七，作业基金国立澎湖科技大学校务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效关乎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5,067万4,0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三十八。三十八，作业基金国立勤益科技大学项目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效关乎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2亿5,323万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亿0,749万4,0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三十九。三十九，作业基金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校务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效关乎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1亿8,899万4,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亿2,600万元。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四十。四十，作业基金国立高雄参旅大学校务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效关乎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6,567万8,0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四十一。四十一，作业基金国立台中科技大学项目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效关乎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7,874万9,0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四十二。四十二，作业基金国立台北商业大学校务基金依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效关乎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4,197万8,000元。宣读完毕。
保留协商四十三。四十三，作业基金国立高雄科技大学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目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六三结缴公布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3亿7,342,0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四十四。四十四，作业基金国立体育大学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以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目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4,223,1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四十五。四十五，作业基金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目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3,028,5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四十六。四十六，作业基金国立台湾戏曲学院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目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3,478,4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四十七。四十七，作业基金国立台南护理专科学校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目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2,530,600,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2,542,700,0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四十八。四十八，作业基金国立台东专科学校校务基金以业务计划，因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目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3,943,900元。七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四十九。四十九，作业基金国立台湾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目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43,458,300,000。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4,262,680,000元。其通过决议四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五十。五十，作业基金国立成功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目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4,070,545,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643,500,000元。其通过决议三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五十一。五十一，作业基金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目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支出，一业务总支出，二业务。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五十二。
52作业基金国立社教机构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准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或冲击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改列为19亿7613万元二业务总支出整列三本期短处改列为5亿2379万3000元三结校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七补办预算均照列八通过决议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5353作业基金国立高级中等学校项目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较列三结校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较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5454特别收入基金学产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资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一基金来源二基金用途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校公库无列数四补办预算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5555特别收入基金运动发展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一基金来源二基金用途三本期短处均较列三结校公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5656特别收入基金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基金来源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一基金来源改列为7亿6416万1000元二基金用途整列三本期剩余改列为6亿5493万1000元三结校公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丁科技部主管请宣读一丁科技部主管一作业基金科学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改列为167亿9171万4000元二业务总支出照列三本期剩余改列为24亿6381万4000元三结校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17,706万6000元其通过决议六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请宣读物原子能委员会主管一五原子能委员会主管一特别收入基金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一业务计划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一基金来源二基金用途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校公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二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请宣读几文化部主管一及文化部主管一作业基金国立文化机构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改列为7亿6824万2000元二业务总支出改列为7亿4011万3000元三本期剩余照列三结校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1亿6152万8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改列为2亿7412万5000元七通过决议四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请宣读跟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一跟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一作业基金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一业务计划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改列为8亿5000万元二业务总支出照列三本期剩余改列为2亿1396万9000元三结校公库金额照列四转投资计划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九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请宣读交通委员会甲交通部主管
交通委员会审查结果较交通部主管一作业基金交通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最终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改列为634亿3259万8000元二业务总支出改列为385亿9143万5000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2448亿4116万3000元三结缴公布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147亿0505万1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47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二二特别收入基金航港建设基金一业务计划一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最终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一基金来源改列为87亿2390万6000元二基金用途改列为81亿7863万1000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5亿4527万5000元三结缴公库照列四通过决议9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管一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管一特别收入基金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基金来源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一基金来源照例二基金用途改列为4亿9251万元三本期短处改列为83871万1000元三结缴公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13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二二特别收入基金有限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一基金来源照列二基金用途改列为3亿0879千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6145万5000元三结缴公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8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请宣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甲法务部主管一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结果一甲法务部主管一作业基金法务部矫正机关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务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2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二二特别收入基金毒品防治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基金来源二基金用途三基金余处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无列数宣读完毕保留协商以考试院考选部主管一以考试院考选部主管一作业基金考选业务基金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一总收入二总支出三本期剩余均照列三结缴公库金额四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宣读完毕保留协商请宣读七信托基金部分各委员会审查结果财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审查结果甲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一保险业务发展基金一基金运用计划应依据收支与出货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总收入照列三总支出改列为1亿3466万4千元四本期短处改列为1亿1374万4千元二通过决议二项五通过决议二项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甲人事行政总处主管一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结果甲人事行政总处主管一中央公教人员急难救助基金一基金运用计划应依据收支与出货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总收入三总支出四本期剩余均照列宣读完毕
保留协商，以考试院全序部主管一，以考试院全序部主管一，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以基金运用计划应依据收支与住屋不等上之审查结果所能调整，而总收入三，总支出四，本期剩余均照列。宣读完毕。保留协商。包院会，本案各单位或基金别预算及决算均暂行保留。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本案作以下决议，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报告院会，本次会议所列讨论事项，先处理到此。因讨论事项第八案以下议案，正在议场的三楼进行协商当中，等协商后有结论，我们再行处理。现在休息。